BBB Super Channel。BBB Super Channel。时间大概是1997年9月18号早上差不多11点，就在10分钟前，我刚从海底上来，也差不多20分钟之前，当我在20公尺深的海里一个沙地上，当我抬头一看的时候，我仰然看到一个庞然大物，一个长度高达12公尺以上的珊瑚，周围差不多20公尺。我远远的看着它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到底是什么地方？这是我们台湾的海底吗？没有错。我刚刚所在的位置是地岛的海底20公尺深的地方。那样一个珊瑚礁，潜水的朋友通常叫它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叫大香菇，因为它长得实在有够像大香菇。我想这样的世界对许多的台湾人来讲都是陌生的，不管说是海底，也即便是其他台湾的海岸，这样一个角度都是台湾人很难看到的一个角度。坐在海面面对地岛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角度大概也是很少有台湾人能够在海面上看到我们所生长的地方的这样一个角度，更不用说是大海了。我想地岛的海域大概是台湾硕果仅存的还没有受到污染的一个海域。我在地岛的海里面，除了我刚刚讲的大香菇之外，我刚刚游过的珊瑚公园，那真的是珊瑚公园，你可以看到各色各类的珊瑚，还有看到热带鱼在里面徜徉。我想很多朋友到绿岛来玩，或是很多朋友到海上去玩，每个人玩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对我来讲，当你进入到海底世界，你唯一所想到的是如何仔细的去观赏它，而不是去触碰它，甚至去掠夺它，或者去伤害它。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在海底见面，看到海底的奇景。我说的是台湾的海底。
那个躲开镜头一下，耐一下，对，耐一下，打个招呼，来打个招呼。我那老婆干呢？中国，来那个导演的那个千块哈、哦，等一下小鸟先下他的千块跟那个瓦解，麻烦楼梯放下来。流太大了。曹师傅，曹师爷，那你好吗？你好吗？你好吗？有点喘，不过深吃气，大口吸气，头就不会晕。OK。有点喘不过气吧 ？OK 的。底下的海流太强了，然后这个技术还没到那个本位，对不对？所以踢到最后呢，这个喘气喘不过来了，然后就要求说，请让我上去，因为我这边很不舒服，因为气觉得空气都用到了，觉得空气不够这样子。可是到一半的时候就好了。到一半的时候，我本来想说要不要再下去，我一直跟你比 ，OK 的。安安第一次失踪的时候，小鸟花了3个月的时间找他，后来是在蓝鸟渔港内找到的。那时候安安身上有2个被鱼枪射穿的大窟窿，全身没有力气，小鸟心疼死了，怕他在港内不干净的水里面无法复原，于是把他带到岸上，养在渔船的活舱内，让安安好好养伤。台湾养金钱，甲大家来博感情。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海洋是生命的起源。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从海里面爬出来的。当然，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所以，当我们现在再回到海里面去的时候，你从你的血液里面的残余因子里面找不到任何一点东西是跟海有关的。甚至在海里面的时候，也没有像我们在文学作品里面看到的时候，像回到母亲的子宫里面的安全的感觉。你只觉得恐惧，而且觉得生命好像随时可以消失。那这样的东西是因为来自对海洋的不了解。不过话又讲回来，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但是海洋在5、6年之前事实上还是一个禁忌的地方。所谓禁忌的地方是你根本不可能随便出海去的，你甚至在海边拍一张照片都有问题的，你可能也没有机会下到海里面去看跟我们同样是生物的某些东西。是因为这样的，我们觉得我们对台湾的海洋是不了解，然后再加上不久之前听到一个故事，说在绿岛有一个朋友，他跟一条长得跟人的大腿一样粗的海鳗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关系，然后有一天这条大海鳗不见了，那这位朋友就跟他的许多媒体的朋友讲，希望大家帮忙写醒这一条他的几乎见称为情人一般的大海鳗。我们那时候的感觉是一条大海鳗给我们感觉通常是凶猛的，就像一个你在海里面如果遇到一条海鳗跟你冲过来的时候，我想你一定会吓死的。没想到人可以跟这样一条海鳗建立一个感情，是这样的一个起点，让我们觉得我们不仅对海不了解，甚至对海里面的很多动物或是可能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某些东西都不太了解。也是因为说这样子，所以练经营小组经过一个讨论，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在 TVBS 迈向第5年的时刻，把台湾练先行的角度挪到我们所不熟悉的海底去。于是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当然是这个跟大海鳗发生情感的朋友，他所在的地方是绿岛。所以在整个海洋系列的第一集，我们就去绿岛看看。但我想跟各位报告的是，在可能的未来，我们一起去看
属于台湾、环绕着台湾的更多的海洋跟海底的世界。我们先去看绿岛，一个叫做小鸟的朋友，还有一条叫安安的海鳗。阿吉巴，安安的伤在哪里？他伊个头壳顶悬，伊个头前迄个到后面掉两针，嘿，加只个头壳后面个掉两针伫顶悬个。在哪里啊？那个伤口在哪里？迄头前个无到后面个旗个无。这边啊。哦，对对对，就在那里。对。后来我们就是用渔网的，迄阵是中岛嘛吼，你着个，咱再去。在香菇头挂更。那是谁打的？不知道是打鱼的人打的。这附近可能有蛮多人在打鱼嘛。哎，那这个房子是谁帮他盖的？就是小鸟。小鸟。小鸟帮他盖。张鹏燕。张鹏燕，他就当时就是我们每天去喂他的。啊。奇怪的是，把它打以后又不把它抓走。问题是因为他打到他那么大，可能跟他搏斗的时候他逃走，因为他把他自己的肉撕开了，他那个枪进去啊，崩开了以后就。自己逃走了，就是这样的。1997年9月17日傍晚，绿岛凯欣饭店的拉比，一群壮汉聚集在电视机前，边看着画面，边讨论着一个叫安安的大流氓，说他身中两枪，没有死之类的。然而，神情却是一派关心。安安是谁？一个大流氓。怎么会有这么一个让人觉得贴心的昵称？安安是谁？啊，是他，他叫安安，一条住在绿岛南寮港外水深20米的海底大流氓，一条长相吓人。但其实是像个孩子一样顽皮而可怜的大海鳗。那时候他身上的枪伤清晰可见。安安是小鸟的哥们，或者说是情人，不过他们可不是一见钟情的。小鸟张鹏燕，屏东人，20几岁的时候到绿岛，首先是在绿岛监狱当管理员，管的是陆地上的许多流氓，其中有一个现在挺有名的叫高天明。后来离开绿岛监狱，在观光潜水艇公司做事，主要工作是潜到海底，用鱼饵聚集鱼群，让潜艇里面的观光客能隔着玻璃窗看到绿岛的海底之美。而就在一次喂鱼的过程中，小鸟和安安认识了，然后慢慢的变成好朋友。然后开始就我们那个潜艇在做鱼的时候，我就跟着那个潜艇下去之后，我就突然间怎么一个突然间黑黑的东西往我一直冲过来，刚才我还没有意识到是一只海鳗，然后近距离的时候看怎么一只鳗正对我这样冲过来，是吧？后来那种感觉，是因为我本身在以前我在潜水在海洋上。在所有认识都认为说，还有当地在讲，那海鳗是相当凶悍的东西，因为它牙齿相当锋锐利，哦，它咬到的话，可能会造成你那种皮肤会撕裂啊。然后第一个看着往上跑，就是这样。安安第一次失踪的时候，小鸟花了3个月的时间找他，后来是在南寮渔港内找到的。那时候安安身上有2个被鱼枪射穿的大窟窿，全身没有力气，小鸟心疼死了，怕他在港内不干净的水里面无法复原，于是把他带到岸上养在渔船的活舱内，让安安好好养伤。
突然间有这个蔓延，是啊，不过那刚好看到的时候，我不敢确定，不过我就是一直在找寻他身上，那因为那当初那我发现他是有伤痕，那伤痕那疤还在嘛，我就尽量去确认那个伤痕。那不过当我第一次在找寻到，我第一个看到的景象是，他那就他那个那种肚子那个部位哦，像有个很深的伤口，还有受伤，还受伤，然后就肠子快流出来了。然后我再往后看的时候，哎，确定那就是那只安呢，他那个疤痕还在。我那时候一看到，我就真的很蛮伤心的，就这样在说到难怪说我那么久没有看到他，这个过程将近三个月。哦，真的？对，那个那怎么我们就没有看到这个那种伤口真的太严重了。那你后来先把它弄上来的时候，弄上会不会很麻烦？弄上的过程是怎样弄？因为说我跟他姐建立蛮好的感情的。我拿个鱼饵去喂它，喂带出来的时候，它到那个网口的时候，它一吃的时候屁股一拍它进去了。它我想说，它蛮就这我叫所谓的灵性的。它知道你不会害它。它知道说我可能要带它上去，它直接一进去之后，我给它绑起来，那种动作真的相当乖，也不会挣扎。而且它就在网子里面乖乖带着。哦，然后就把我浮出水面，啊，浮出水面也不会紧张。哦，那时候好多那当地的移民也来看，居民也来看，哎呦，哦，有这个鳗鱼这样，啊，相当乖巧。哎，在我们放在桶子在游啊，嗯，哦，哎，蛮乖的。这在我们去摸没有关系。这时候那时候我就邀一些当地的居民，还有一些打鱼的，叫他们都来看。我说我这鳗鱼养得很乖，而且顺便让他们认识一下它，说以后看到它的时候你慢个怕。那你后来你那个房子是在这一次养伤之后再帮它盖的，还是之前？对，因为它慢慢就身体就长大了，而且那个洞口，它那个洞口被那个洞口就被潜水艇压坏了，原先的居住的那个洞穴被压坏掉，变成没有办法容纳它那个庞大的身躯身体。然后我就跟我们公司建议说，哦，好像是鳗鱼在那边都固定在那边嘛，对公司也是相当好的卖点，而且说想要把它固定在那边，就跟公司建议，我们给它盖一个房子给它住这样。那是定做的吗？那是定做的。哦，真的，啊，自己设计做出来的东西。帮海曼设计栋房子，哎，这就它要设计类似这种涵管嘛，也是当考虑到。你看那么大，你注意看那个洞口蛮大的。对，他说话说可能，我想以后可能会养得很大。可能怕又，我因为那一个涵管相当重，要把它放在那个地点哦，也不是那么简单。对，所以要永久性的，不要没事跟他换房子。这就要保留好几年这样，那个长大还可以停留在那边。对啊。不怎么把它导进，是说都是你的新家。我就把，因为那个涵管是里面是空的，我们摆设一些里面一个石头。就是说它前头从后面给它挡起来，就照入安培是在洞口一样。因为还有鳗鱼有一种习惯，就是说它其实它也跟人蛮像，因为我们它在居住的地方，它睡觉的时候，你看我们人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有人习惯要抱棉被或垫枕头，它一样。它里面如果没有时候，它休睡觉的时候，它尾巴一定要勾石头。它不勾石头，它睡不着。它可能是流水的关系，然后晃来晃去，它一定要勾，一定要跟我们里面有板，几乎装饰的哦，跟它的洞，就它的洞一样这样。然后把它带进去，告诉他说：“安，这是你的家。”这样子。对，是这样讲的。这样讲啊。小鸟把安安的新家布置的跟安安的老房子一样。安安不只喜欢新家，有时候也会回去旧家走走看看。这期间，安安或许真的是老妈咪，陆续又受过几次伤，当然都是呛伤。不过在小鸟的照顾下，都复原得很快。然而就在今年六七月间，安安再度失踪了。安安不在，最急的当然是小鸟。除了自己四处寻找之外，还放出风声要所有潜水的朋友带走。不但如此，虽然自己已经不在潜水艇公司做事，但每隔两三天，小鸟还是会潜到安安的家看看，每次都抱着安安这一次一定会在的心情。
但直到1997年9月17日的这一天，安安还是没有回来。出来了以后就到安安的家，安安的家以后我们就要装那个门牌，那门牌你要取一个，它是那个香菇路2号，一号是香菇，二号是他家，就这样。另外还有一个是这样的哈，一般人咧较真开喜欢那个绿岛，但绿岛香，香菇村一号，很多乡下都是这样子啊。村，然后几号？我写。对，那二号了，一号就是那个。安安，去哪里了？小鸟不知道，他还在吗？明天他会回来吗？小鸟或许怕我们打退堂鼓吧，和潜水协会的东尼还有东尼号的船长想出一个办法，他们想直接下锚到海底，然后众人拉着锚绳直达安安的住处，但众人又怕船锚伤到海底的珊瑚，于是心急的小鸟自告奋勇地到海底牵引船锚，在强劲的海流中寻找固定点，然后众人才逐一拉着绳子下潜。真情，甲大家来博感情。1997年9月18日，中秋节后的第三天，我们准备跟小鸟一起去看绿岛的海底，安安的家。当然，我们更期待能够看到安安。那我有准备一个牌啊，有个牌子，上面有写安安的家，啊，把它挂上去。那顺便有弄一个牌子在这边，装一个牌子在那边，就有留一个留言的留板，就牌子这样子。然后那个。OK， 然后就慢慢上，准备上升嘛，对不对？那是第一次潜水。哎，第一次潜水 ，your first time， 这样。啊，然后现在要不要补一个安安的架？对，对，对，再绑一下。哎，这个要绑在那边的。对，这个绑在那个安安的架。对，绑在那里。好，那就小鸟这个工程由你来。然后导演就负责在那里hold住，你就帮忙绑绳子。这个线是你拉的吧？等一下不够长是你要扶完绳子。绑在那里，换你绑在那里。我们几个就摄影师把它。没有戴好，面具没有戴好。哦。串场人潜水经验有限，但小鸟一直跟我保证，他会保护我，叫我只要记得呼吸就好了。他说：“你一定要下来看看安安，好像。”安安一定会回来似的。面镜，那个手就是面镜，张小姐，哎，刚刚在游泳池一样。众人第一次下潜，是搭观光潜艇的便车下去的。没想到海流出奇的强劲，虽然远远看到安安的家，但。串场人拼尽力气，却仍被海流逼退，于是众人只好上浮。
下啦，不要下，等一下，不要下。哎，老我走咧。今仔日旧历的当时十八十九，好啊，翻老来啊，落小老啊。安尼哦。小老老子就改下翻啦，讲我翻不成啊，这款叫做苦老啊。啊，这个当时也是。正伫退潮，就退潮看卖，看会阁翻无？退潮了，若无翻的时，就爱甲去涨潮。小鸟或许怕我们打退堂鼓吧，但潜水协会的东尼还有东尼号的船长想出一个办法，他们想直接下锚到海底，然后众人拉着锚绳直达安安的住处，但众人又怕船锚伤到海底的珊瑚，于是心急的小鸟自告奋勇地到海底牵引船锚，在强劲的海流中寻找固定点，然后众人才逐一拉着绳子下潜。热带鱼群在，平常不容易看到的台湾本地鹽鰻也在，但安安不在。极强，但所有人似乎都有一个愿望，都盼望安安能在这个时候回来。于是，大伙在水里硬撑，等待。TVBS 的阿海为了跟海流搏斗，或许是求生的本能吧，甚至连蛙式游泳都在海底使出来了。气瓶快空了，但是安安还是没有回来。我们把原先准备好的牌子挂在安安的家，是小鸟说的。他说，不管安安也好，鱼也好，珊瑚也好，鹽鰻也好，他们都是海底的住户，是台湾的公民。只要给他一个地址，有一天他总会回来的。小鸟似乎一直这样认真地相信着。
大象菇最后的记录是高12公尺，大约14层楼的高度，周长31公尺，顶端离海面8公尺。尽管海流强劲，但是整个丈量的过程，虽然东尼跟其他潜水朋友都小心翼翼，然而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空间，只要人们侵入，不经意的事仿佛总会发生。大象菇的边缘就有一个被观光潜艇不小心撞裂的缺口，这个缺口不会流血，但如果要等伤口复原到原来的样子，恐怕需要另外一个100-200年。台湾念真情，跟大家来博感情。虽然所有人都有心理准备，都知道一次下水就想跟失踪好几个月的安安见面，毕竟是一个梦想，但一旦真的没见到，失望似乎都浮在每个人的脸上。最失望的恐怕是小鸟吧，除了他自己没看到安安之外，仿佛还承担没有让所有人看到他的海底情人的责任。因此从最后一趟潜水上浮之后，一直到船回航靠岸，他嘴里都一直说：“啊，拍谁拍谁。”小鸟已经不在观光潜艇公司做事了，他现在自己开了一家浮潜还有潜水用具的出租店，自己则担任海底潜水向导。不过是他在挑顾客，而不是顾客挑他。你现在会不想他？会啊，会啊。这车上也贴上一个安安的情人。几乎每次我去那个潜点，哦，那种大堡礁那种，哦，那香菇头那边潜水的时候，我一定会去看，希望他说我去的时候他在那边等着我这样。嗯，对。几乎每次我都会带个水，不过那时候好像都几乎被小鱼吃掉，没有喂他。嗯，对，那种很失落的那种，找不到见到好朋友那种感觉哦，是。那时候希望说最好能够把希望他能够回来这样。小鸟讲完他对安安的思念后，像是安慰我们说：“啊，虽然安安不在绿岛的海底，其实还是很多好看的啦。”就因为这句话吧，第三天我们和潜水协会的东尼和其他朋友再度下海。那一天东尼想做的事是丈量大象菇。大象菇是潜水朋友们给海底一座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唯孔珊瑚取的名字。他们想做的只是确认它的高度、宽度、位置，希望替它做一个正式的记录，让它留在学术单位、留在新闻档案、留在国际网络上。东尼说，就像人报户口，有户口就有保护，就没有人有权利赶走他。
小心翼翼的丈量着，尽量不触及珊瑚的表面，因为他们了解一个不经意的碰撞毁掉的可能是珊瑚几十年几百年的生长，甚至是生命。其实不只是唯恐珊瑚，绿岛的海底各式各样的珊瑚，不同形状还有色彩，在我们陌生的另外一个空间里面构建一个缤纷而且活力盎然的世界。他们静默而认真地活着，缓慢地成长着，和各式各样的鱼共存共生。有时候让我们觉得甚至连姿态和色彩都仿佛巧夺天工一般相互搭配。大象菇最后的记录是高12公尺，大约14层楼的高度，周长31公尺，顶端离海面8公尺。尽管海流强劲，但是整个丈量的过程，虽然东尼跟其他潜水朋友都小心翼翼，然而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空间，只要人们侵入，不经意的事仿佛总会发生。大象菇的边缘。就有一个被观光潜艇不小心撞裂的缺口，这个缺口不会流血，但如果要等伤口复原到原来的样子，恐怕需要另外一个100-200年。礁石的最顶端是在20米，哦，那它可以下到，它可以下到它60米，那里面鱼很大的，鱼，你看过？怎么样子？我看过，以我自己这样估计哈，我想可能是那个龙王礁发现是全现在目前潜的最大的，最起码100公斤以上。龙王礁100公斤哦，啊，几尾？我看几下呢？因为龙王礁的出没啊，都是一般只而已。啊，就我们所称的拿破仑啊，好好好，也是的，对对对，然后底下鬼直接鬼逼的，对啊，你说100多公斤哦，对，其实绿岛还是有鱼啊，只是它不敢靠近，很怕冷，小鸟惊到了，应该会个炸，你大家没盖世，它真的，我那危险，应该个，所谓我们在台湾很少看到什么叫鱼墙，鱼墙就是根本看不透。你是鱼走过去这样子，迷迷麻麻的哈。它填对啊，就是鱼墙，它一直在重叠嘛。它那时候我发现了，最起码有2000多只牛港生。2000多只牛港生哦，大尾也细尾，最少都有50公分。那整群这样过去，是有的是已经到了上100公尺，一直到100公尺。那我们那个运气很好，就是说。去的时候刚好是龙虾的交配期，啊，这个季节哈，那个时段我都有记录下来，不过我现在不发布，因为我说怕人知道之后，啊，利用它的繁殖期问出来了，就叫私密。小鸟不敢讲美景或者鱼群的所在是有理由的。就像同样有人在生活需要的理由下，每天持续不断的猎杀者可能是绿岛所有人未来最主要的资源，海里眼里的美丽。我们家鱼啊，白白比往后较哦，哎呦，我们家较小。啊，你这是啥？你几条来呢？啊，几条呢？怕的啦，你无管我从侬。可以请假。好，一对。你话这样不就怕啦？汤啊。安尼哦。他来怕他准。我看你，他像我准那个样子。他那个，像我准在钓。你对哦，这块你呢？
哦，赚了一千哦。哦，这在泡王哦。啊，这个鸡鸡啊，出去啊，再个一条船咧出去安尼。安尼哦，啊，就差不多你。我差不多五到公尺差不多。五公尺拢泡，拢泡得掉。我这都三万。我这都差不多，我这公尺差不多啦。啊，你这是家己做的哦。家己做。哦。当生活这么庞大的主题出现的时候，所谓未来，所谓环境保护的理念，仿佛都得寻找另外一种方式来陈述，否则就将会是冲突。只是绿岛似乎已经是台湾周围海域最后一处缤纷而美丽的场景了。陆地上的冲突持续着，海底的鱼跟珊瑚都不知道。不过我们仿佛应该知道，如果整个情况不改，当陆地的冲突自然沉积下来的时候，也将会是绿岛海底完全沉积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不管绿岛、绿岛的海，甚至绿岛的人的存在和依赖，他们的意义将会是什么？真情，甲大家来博感情。录影的此刻，我们已经离开绿岛好多天了，但是我现在都会觉得说，安安的家，安安是不是又回来躺在里面了，等待着小鸟拿饵去喂它。那样的感觉就像小鸟每天下水去的时候，他说他想要靠近安安的家的时候，都有一种期待，觉得我此去安安应该会出来冲向我，跟我要东西吃。那样的感觉就像我自己在绿岛海里面的时候，发现珊瑚礁美丽依旧，但是鱼好像太少了一点点。但是也就像小龙讲的，如果我们到海里面去的时候，把它当成鱼是当成我们子子孙孙那种资源，而不是毫无限制的猎杀的时候，鱼通常会回来的。就像他讲的，也许在一个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秘密的点，那边有一群牛港生，形成一种鱼墙，这样的迹象，它会回到谁每个人都会看到的地方来。这样的期待，就像我们期待安安能够回到他的窝里面一样。我想，台湾的海底，在我们不知道的状况之下，已经被破坏得非常厉害了。但这几年来，或许是很多有心的人，或许是像小鸟先生这样的人蛮多的。这几年，他真正的休养生息。我一直觉得自然环境事实上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朋友，当你多一份关照之后，它给你的可能是十分的回报。自然环境不像人，自然环境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朋友。我们在期待绿岛的海底，在几年后我们再下去的时候，它可能会是一个花园锦簇一般的容貌。当然我们更希望那时候安安回来了。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我们期待下回在台湾的某个海底再见面。
TVB Super Channel。上面天气还不错，不晓得各位下面天气怎么样。马九儿，我是吴念真，我现在正在外太空接受 NASA 的委托跟 TVBS 的委托，为各位观察一个台风的路径。骗你的啦，不可能。其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用一个科学方法的讲法，是在东经121度31分4秒跟北纬25度5分45秒的交汇处。这样的一个讲法可能你也不懂，其实讲简单一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台北市基和路的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我为什么要看一下这个单位的 title 呢？因为这样的一个馆事实上是在今年，也就是1997年7月才是开馆的。根据以前我们经验，对台北市政府的有关天文台的记忆，大概只是盐山饭店前面那一栋圆拱形的一个建筑物。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过，至少我没有去过。但是今年七月，我想在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规划之下，有一栋新的建筑物，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了。它提供给台北市民以及全省的朋友们。